大家好，由 ST 同大家倒数，东铁线仲有十日就延伸过海啦。到时东铁线就会向南伸延多6公里，开放两个新车站部分同埋一个新车站，亦都会关闭红磡旧月台部分。咁第4条过海铁路、第5条过海铁路线咁样呢，大家都知噶啦。